三个是零几包的，三个是零几，这个是什么？这边是摩的，这是摩的，也是冰淇淋来的。玛吉是这个，这个玛吉，这个是玛吉，那个只是杨梅。然后我们还有冰糖葫芦，这个很像那个维尼爆料纸的。这个7块9，这个中国，日本的。 370的，我在那边拿的，后面拿的。3-7。我在那边拿的。呀呀呀呀呀呀！也是冰淇淋，它是那种冰的，它是草莓豆腐味道。对。还有这款是海鲜，就你可以直接弄了吃，或者是你把它解冻，冷的也可以吃了。啊，它就两种吃法咯，可是冷吃的话会比较湿一点啊。
yerde fikir ederim.